学，今天是你们的毕业典礼。刚才在校长及师长的带领下，我们对秀工的校园做了最后的巡礼，相信一定是满满的回忆还有感动。那现在老王要做一点比较不一样的事，就是要骑单车带你们回建教场做最后的建教场巡礼。现在的时间是早上7:30，我们就出发吧 ，Go！是老王到职场看各位的中途补给站。现在你们毕业了，母校秀工更是各位的补给站。将来读书累了，工作遇到困难了，欢迎你们回秀工找老师们。等一下还有2家建教场要去看你们，待会见。